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啊，他说弟子是一位物理学的教师啊，中学的教师。他说以下呢是他在教学时遇到一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现代的学生比从前的难教得多了。说莫无尊长，这有时弟子为了要赶得上课程，没有法子不大声喝骂他们，起了嗔心，这对弟子的修行是不是有障碍？又弟子应如何应付？这个没有妨碍啊，这个对修行没有妨碍。释迦牟尼佛也会发脾气，也会拍桌子骂人的啊，这是一种教学的手段，在佛家讲呢，善巧方便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呢，就像演员演戏一样，这个世间呢，就是个舞台呀，啊，所以它不是真的，它全是假的，啊，他生气，他是生气的样子，他其实没有生气，啊，跟我们凡夫不一样，我们凡夫生气是从里面生到外头，他的生气只是表面上，里面完全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佛。才能够办事情，有的时候不用这种方式呢，事情就办不圆满，所以喜怒哀乐在佛菩萨呢都是表演，都是做戏，都是把事情办得圆满，有这种方法的必要，所以这是智慧，这个不是烦恼，没有障碍，度众生的善巧方便。那么现在学生难教，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会难教呢？这是孝道没有了，私道当然就没有了啊。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今天。这个小朋友难教，原因在此地，社会的动乱也在此地，这个许多宗教里面讲世界末日啊，那个原因也在此，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也应当认真努力修学，至少呢，就是在这个劫难来了的时候。我们自己决定没有恐怖啊，不惊不怖啊，知道。那么借这个机会呢，我们转换一个生活环境啊，真正懂得佛法的这些道理，知道人是不会死的啊。如果人死了一切都完了，我们何必还学佛呢？这个身体死了啊，另外一个身体就生了啊，永远呢生生不息，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学了啊。我们死了之后，来生到哪里去？这个关系太大了。如果我们修得好，来生换一个身体，换一个生活环境，比现在还要殊胜，何乐而不为之呢？如果自己在这一生不能好好的学习啊，造作许许多多罪孽，那来生呢又往下堕落啊。那实在就太可惜了。
往下堕落的容易，往上提升呢比较困难。所以一定要明理，要积功累德，决定不造恶业。那么佛教导我们基本的修学法，我们不要讲太高，来生我还能得人生，来生决定比这一生过得幸福，过得好。那么佛的基本的教诲，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十六个字一定要做到。这十六个字要做不到，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你就是念佛，一天念十万声佛，不能往生，人生未必能保得住。这是我们修净土同修必须要知道的。净宗建立在净业三福的基础上，你能把这三句、这四句、十六个字真正做到了，念佛决定往生。我讲的很多啊，生凡圣同居土。这三福一共三条啊，如果第二条你就能做到了，你决定往生方便有余土。三福通通做到了，念佛往生呢是生十报庄严土。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天天念佛念得很认真啊，这个三福头一条都做不到，到后来不能往生，你可不能怪佛啊！佛讲的话不算数啊！佛家讲的不灵，不是不算数，不是不灵，你自己完全没有能够了解啊！那你就造更严重的罪业，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第二个问题，这弟子教深学时，常举起经典中佛说文性的实相，与物理学中的深学不一样。那弟子是不是在误导众生呢？这个问题问得很深。佛家讲的文性，这是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菩萨从凡夫修行成佛，他用的功夫就是用文性。凡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如果你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一定要读《楞严经》要在这部经典上下功夫这个跟这个深学有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都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同时。这个反文文自性呢，是一种很高的修行方法，一般人决定做不到。这个实在说呢，这是禅宗高级的修行法还不是普通修行法你能够了解更好这个不了解呢，这就劝人老实念佛用这个音声也很好这个古德常说这个佛号从心里面升起来
口里念出来，耳朵听进去，这个方法很能摄心，与身学也有一些关联，这样就好。这位曾居士问了五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老法师，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断地遇到生病和很可怜、很可怜的猫？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原因？这个你跟他有缘呐。佛法都是讲个缘分，没有缘，对面都遇不到。有缘就天天遇到，你跟这些猫有缘呢？那么这种有缘，可能你过去不止一生呢，喜欢猫，爱护猫，如果是遇到这些生病很可怜的猫啊，你要帮助它，这样就好。第二个问题，他说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医好病啊，不然就很不自然的欢会难过。对，没错，要帮助他，要把他看作一般众生同样的看待。畜生他很不幸，他愚痴堕得畜生道，他前生也是人，将来他也会转到人道，畜生也都有佛性，所以从佛性上看呢，那都是平等的，所以帮助一个猫啊，跟帮助一个人的功德没有两样，在我想的时候，帮助猫比帮助人还比较容易，人很难伺候，猫比较容易伺候，是不是？他说如果我选不帮他们我会很难过不过呢，帮了他了又不放他们走，因为怕他们又会受到伤害这个是你想的都很周到但最好还是帮助他你帮助他们呢决定有好报有好的果报他说妈妈因为我收了太多只猫起了烦恼你要把救护众生呢这桩事情啊要多跟你妈妈谈谈这个佛家有一个小书叫物有如此那都是小动物你养的这些猫要多的时候你要教它念佛你要给它皈依那个念佛机放在那个猫住的那个地方的时候要让它常常听这样子就非常好我相信猫也很乖也会听话你要度它们念佛要帮助它们常常呢为他们说法你跟他有缘吗佛不度无缘众生吗他跟你有缘你跟他说话了他就会听得懂你。末后一个问题他说请佛帮忙又好像佛没有帮忙。佛没有帮忙是你请佛那个心不够诚恳心诚恳了佛就来帮忙了所以这个是我教给你这个方法你可以去做给他受三皈劝他不要伤害小动物这个好好的照顾他这是好事情。
这是周居士啊代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阿弥陀佛的形象是一只手拿着莲花，另一只手放置，是代表什么意思？你是看到佛的造像，这佛的手印，手印呢，现在人叫手语，他一个手拿着莲花了，是戒印，戒印的像，像我们这边造的像，另外一只是垂手，是戒印，是戒的。这个莲花呢，我们十方世界的众生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有一朵莲花。你念佛念得越诚恳，念得越勤，这个莲花长得就越大，光色就越好，将来自己这个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花里面，莲花化身。所以我们造像呢，佛手上拿莲花呢，就是我们自己念的这朵莲花，我们往生的时候佛来接我，取这个意思。这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啊，他说自从修得净土法门后，身心欢喜，发愿往生西方净土，一心持阿弥陀佛圣号，真心赞叹阿弥陀佛，他是唯一的皈依，但是我每一天做早晚课，唱忏悔偈等，眼泪总是流下来，请问师父，是否我罪业深重？这一桩事情在《无量寿经》上有记载。您经念得很熟啊，你一定能够想得起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听到佛号，听到这个梵呗，往往受感动流泪，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的现象。换一句话说呢，过去生中你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当然你没修成功，修成功你到西方世界就做佛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没有能修得成功，这一生又得人生，又遇到这个缘，自自然然内心里头受感动，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应当要认真努力，不要放弃这一次的机会，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大乘佛子是否可以学静坐？”请师父慈悲为我解答。这个静坐在佛门里面修行非常重要，佛法不管是哪个法门，大乘也好，小乘也好，贤教也好，密教也好，宗门教下，诸位一定要记住，整个的来说，佛教修行的纲领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在修行呢，这个定是枢纽，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修定，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无量法门无量不同的方法修禅定。我们今天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修禅定。总离不开定的。这个定呢表示就是用坐，因为人坐在那个地方，这是个定的相啊。在行坐住卧，所谓四威仪中啊，这个坐是一个定的相，取这个意思啊，不一定呢，每天要盘腿面壁打坐啊，这个倒不一定。这个坐是取它的意思，要心不动啊，这叫坐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谈到坐禅，他怎么说呢？内不动心叫做坐。外面呢不受诱惑那叫禅。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佛经里面说就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就叫做打坐，这就叫做坐禅。所以说行住坐卧都是禅定。不一定啊要盘腿面壁。真正做到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坐禅。这是真正的在禅坐。你盘腿面壁坐在那里心里还打妄想有什么用呢？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佛法用这个形式表法，你像这佛像这坐的，叫我们说叫我们心不动，念头不动绝不受外面境界诱惑，表这个意思。我们要一定懂得他的意思，你看《开经记》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初学这个每天能够静坐一段时期呢，对你修定呢也有帮助。功夫成熟了不在乎形式。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啊。他说佛教主张在八小时内不移动亡人，这样不是不能捐献器官吗？这跟一切都要舍有抵触。况且这是最后一种善行，应该怎么说？佛法是讲舍，彻底的舍。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舍？你要肯舍了，当然没有问题。怕的是学的时候又后悔，那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就是怕你学的时候后悔。如果你不后悔没有问题。捐献器官没有问题。如果你后悔呢问题就非常严重。这一着
不能不认真去考虑。人断气之后8小时，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神识没有离开。呼吸停止了。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走了没有了？没走。他只要没有离开身体，这个身体各界他就会痛苦。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很清楚，我捐献器官，我很欢喜，那当然没问题啊。如果这个时候跟你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痛苦，痛苦产生了嗔恨，那个麻烦就大了。诸位要知道，一念欢喜心呢，你往上升呢，你升天呢；一念嗔恨呢，堕地狱啊。纵然没有那么重的罪业，嗔恨心要做畜生，都是在畜生里头变毒蛇猛兽这一类的。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们自己不能不考虑，是不是有这个定力，有这个功夫。在各界身体的时候，你能够忍受得了。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佛法叫你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够舍身心世界，能够舍己为人，为社会为众生服务，不为自己，这个叫舍。这个比捐献器官的还要重要。捐献器官是帮助一个人，我们为社会大众工作是帮助许许多多人。所以舍应当在平时认真努力去做。不计较在临终这个时候。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如果是真正念佛往生了，没有问题。因为往生的人一断气，他的神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他没有往生啊。没有往生就麻烦了，往生一点事都没有。一断气马上就走了。那个你割截他身体的时候，他完全是没有知觉的。所以佛家讲说三种人，一断气神识就离开，第一个是往生，第二个是升天，这个福报很大，他没有重因的，第三种人是造极重的罪业，死了之后堕地狱，地狱叫无间地狱嘛，没有重因，没见根，这里一断气，那个立刻就到地狱去了。这三种人没有中阴，除这三种人之外都有中阴。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的。所以佛家祖师大德们都围着大多数众生着想。因为临终这一桌关系你来生的前途。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来生能够得人天大福报，你再为一切众生做好事情，帮助一切众生，比你舍身体器官帮一两个人呢，那个功德不晓得要大多少。所以这个账仔细算算。他第二个问题说，若去世后把骨灰撒入海中，不设灵位，是对亡者超度有没有影响？会成为孤魂吗？
这个没有影响，啊，这个没有影响的，啊，这个超度对他是有好处的，他也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不会的啊。是不是灵牌上的名字只允许学佛者的亡者才可以进入里面？这个没有限定，不一定，他有没有学佛，只要他有学佛的家亲眷属，有学佛的亲戚朋友给他代设牌位，他通通都能够得到利益，这就是，这是一个团体，我们比如居士林，这是个佛教团体，这个佛教团体它有护法神，换一句话说，一般这些灵鬼呀，他进不来的。如果这个里面设的有牌位呢，等于说是他接受到邀请函了，他到这个地方来，他这有名字，护法神不会障碍他，他就自由进，能够进出，所以他信不信佛没有关系，只要有人呢发请帖给他，他到时候来，他就通行无碍。甚至于信其他宗教都没关系，都可以来的，这位同学问的是，他听师父说可以读某部经几部和佛号几万声，再专门回向给一个人。他说，所以弟子有一个问题，这是请问在回向给一个人时，是只回向给他即可，需要不需要做大回向给法界众生？你听我说这些话，不能够断章取义，要听听这句话前面跟后面怎么讲的。这些事情呢，多半都是有感应，有感应，也就是与你有缘的这些无形的众生，他来要求你帮助，最通常的就是你晚上睡觉做梦，梦到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朋友，你梦到他们，你梦到他们，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他对你要求，求你帮助，所以在过去民间不懂佛法的，遇到这个情形呢，烧纸钱给他，这个确实也有效，以后不会再梦到了，那么在佛法里面，我懂得佛法的，我们应当专门给他诵经，或者诵一部经，或者诵几部经，这个经是专门为他诵的，譬如我梦到家亲眷属，我发愿给你念100遍，100部无量寿经，100部金刚经，这个100部是专门为他念的，是这个意思，他会得到很好的利益，或者我们专门为他念佛，念10万声佛号，念20万声佛号，念100万声佛号，
回向给他，专门为他念的，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普通的回向，当然也能够回向给法界众生，为他也为法界众生，这个当然就更殊胜了，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地藏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亡者所得的利益呢，七分之一于是我们就晓得了，我们自己得的了七分之六因此你就应该要明了，至少那个经要念七部，七部说他才得到一部念七十部他才得到十部七分之六之六我们读诵的人自己的，他只得七分之一，你要问这什么道理？道理很简单，很明显，他不来我就不念了嘛，因为他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念七遍，其实七遍对我自己有大利益了，他来叫我念经他得的福报是这个，所以很有道理的，这一点都不假的我们念七万声佛号，他得一万声，他的功德就这么大，我没有他我就不念佛了嘛，念的也不认真了嘛特别为他念的很认真很专心的为他念所以我们自己成就，他促进我们帮助我们成就，他的功德在这个地方就要了解这个道理这个里头没有迷信就真正是自利利他存亡两利也这个我们过去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